社区食物银行请揭牌。设立在屏东县牡丹乡的红宝石社区型食物银行正式启用，是全台第四间社区型食物银行，也是全台原乡部落的第一间，将提供物资管道媒合、物资管理发放，减少偏乡物资资源缺乏的状况。在地方上成立一个社区型的食物银行呢，有助于说，他们去拜访个案，或者是在地方上有需要的一个民众呢，都可以及时的把物资来给予他们必要的一个协助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在台湾各地有需要的这个有需要的一个社区呢，来进行一个合作。全民食饮协会表示，爱心粮食物资是来自全省各地量贩店、食品制造商、超市、大卖场、公司行号，甚至个人所捐赠，经由妥善整理分类后，分配到最需要的人们手中，以资源不浪费、台湾无饥饿为愿景。很多的那个我们不知道的，比较辛苦的人，对啊，他们都会帮忙。单亲的、爱单身的哦，如果生病了怎么样，没有人煮饭啊给他们，还有这个工作的话，还有这个事情的话，那是最好啊，会帮助他们啊。人间有情，社区有爱。谢谢。红宝石社区食营在全民食营协会的辅导下，从资源盘点、物资筹募、空间规划和人力安排等，不仅有能力独立运作和募资，还能即刻救援有急需的家户。牡丹原家中心表示，未来将结合恒春半岛社福机构及原乡各部落，建构社福资源网络平台，将更多资源引进，带给急难家庭与边缘户们更多温暖和希望。原视讯歌手屏东牡丹采访报道。